不了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小明。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海域的话比较远，然后这是新的海域，从我来这边晕船还吐了3次。阿波，喊着。哇，海波抓来，那中华补补身子。小排长，还有吗？罗，现在。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哎，哦，哎，10块钱钓少了，嘿嘿。一小只10块钱，对啊，一小只就10块了。这个季节的话，就是这个八爪鱼的季节，这种八爪鱼长不大了，个头就这么大了。这个八爪鱼的话，就是探路里面的八爪鱼，我们当地最好吃的八爪鱼。10块钱到手了。怎么，郭海丽？我今天这个海丽太肥了，这个家伙没带来，小小的一个，这么肥。来，给你来个生吃。不要，给小明补补身。我刚才来这个路途太远了，开了一个多小时，我吐了3次。主要是可能是昨晚没睡好。没睡啊？可能是怀孕了，想生3胎了吧？哪里还3胎？两个孩子都那么大了，好不容易现在脱手了，还生。小时候哇，两个太不乖了，那个泡牛奶一个晚上要7、8次，从来没有小孩子像他这样子的。我跟小明两个轮流，我上半夜，他下半夜。现在两个那么大了还生，怕了吧？不敢生了吧？啊，一男一女，我以为你又要生了，吐了3次。有儿有女，人生足矣。哦，你坐，哎，你来。吃一，你动，来，哎，你动，舞蹈，哎，哇，来了，水干了，哦，来，我没有，等你。我靠！回手掏！爹妈呀！那呀！哎呀呀！到腹里面去！哎呦！来，头把它按住。太难了！我靠！别往我这边甩！哇！还有个！哎呀！哎！回来！你给我！这么猛，我靠！别！我，来，鳗鱼碰到你了，再钻到里面去，小心点，别被咬了，我跟你讲，够不着啊！你逮住你！我搞到嘴，就是怕高一点，怕咬我，知道吗？手不要露出来。哎，高了，勾住他了，勾住。他吓都吓死了，还敢出来？哎，你用，来，中路打量。又跑进去了，坐到我里头。哎，哇，这俩猛一溜搞的嘛！来呀，你的。哇，这下跑不掉了。哎，来了！哇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把你逮出来了。来了，嘿，停歇吧，来。双手欢迎你的哈，欢迎，他从来来抓，这个太小了，我先抓起来吧，我这大了，大了，哎呀，哎，现在过来，过来，大了，在这边，过来，
哎，好，加上喇叭，大了再几气啊！哇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差不多有四两左右，这个可以吧？这有没有漏？这个漏很满。哇，还有小的，还有小的，拿来。不对，来了，在里面呢。哎呦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他不管了不管了，小脚的话他会长出来的。这个甲它会长出来的，不管了，不抓了。大甲，说的不好意思啊，不抓了。哎，我抓。哎，哦，要一路，哦，你这个是了，哎，一路。哇，这个是，哇，金蟹，你看，哇，还有这个海域有金蟹，这个海域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嘿嘿，来看了，没会打东西来装一下，袋子来装一下。阿文袋子来个装面，我示范一把它抓着。你呢？哎，哦，呵呵，这个漂亮。哦，你看，这个螃蟹，你看这个鲶，哇，多了个谜呀、啊！到处都是螃蟹。这边一个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让它自然生长走，我们去上前面转。哇、哦、嘿，大家伙，你呢？我赶一下。一个脚都那么大。抓住我！啊不，按住！我过来赶他们，按住。哇！按住！打的一种。卡里我这卡给拉了两万几百，就是因为水库里的。哦，有的，我抓住我啊！你看，哈哈哈！那多大呢？哇！哇！今天的螃蟹坑都是螃蟹，大家伙！哈哈哈！哦，石头蟹呢？我来了！哎呀！啊！哪有那么容易的养进去养？我扒过来，黄彪彪的，黄彪彪的机械。今天这个 iPhone 说这个机械给他生龙活虎的儿子吃，行。来，哇，大家伙，哇塞呐，我喜欢，来回家，不跟你讲。哇，这边哎，螃蟹，石头蟹，你看那个红彪彪，哎，蚂蚁。蚂蚁，对，蚂蚁还有一条小蚂蚁，哎嘿，来了，这个宝坑，宝坑，哎呦，这边还有一条，好呀，哎呀呀，先把它抓了，对，这里还有一条，成一个了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，等一下摸一下。OK， 又是螃蟹，不对，又是螃蟹。大哥，我知道，我刚才碰了一下。哎，是，哎，来。哎呦！真的假的？它就像，今天两，放鸡俩就有。哈哈，抓住放鸡了。这个阿文说你抓，可能抓住放鸡了。这太多了。哎呦，哦，好了，干飞，一二三，哎，哎，哎呦，手差点给它。你看，看你手夹的，你看。阿文这水平，抓螃蟹水平太差了。次厉害，用手拿就掉。次次被咬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咬一次。哎，这个甲还快长出来了哈。那个小甲出来。OK， 差不多，都找遍了。来看一下今天的鱼货吧。哇，今天这个带劲。哇，今天这个很好，鱼抓了两条。然后十几公做了几条，牛蟒做了一个，然后这个鳗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抓出来的，然后我们这个青蟹抓了这么多，今天这边青蟹挺多的，哇，小的很多都没抓，这个青蟹的话差不多也有一两斤吧这边，然后这个小的话，还是把它放到壳里面去，来，这里面有天然的它的避风所，那我差不多了，那我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阿伯，搞点水进来。谈的，嘿嘿。
对。